手按一按，香味随之飘出，邮票竟然有味道。新加坡集邮馆的邮票展还真是不一般。And these stamps are really very special. Why? Because they are made of special material. Some are even made of leather. They are stamps with Swarovski crystal on it. Stamp with scent, smell, and taste like.Chocolate stamp. 邮票设计者大胆突破，150张来自50个国家的邮票，结合各种素材与创新技术，让民众透过五感体验颠覆过去对邮票的想象。这回也展出了2001年瑞士首次推出的飘香邮票，自此也开启了香味邮票风潮。台湾也曾在2012年情人节推出香味纪念邮票。邮票除了可以用闻的之外，像是不丹这款黑胶唱片造型的音乐邮票，就真的能播出不丹民族歌曲。邮票功能可说是日新月异。在这个几乎仰赖网络通讯的现代，邮票展除了让人看见邮票设计的进步，也带民众重温过去纸笔交流的时光。环宇新闻特派记者张思慈采访报道。